我以前设到15，这点率，我现在设到30。明白，就是自己设定的，那它里面就跟着这个数据走了。对了，但是这个东西是要他的工程师自己去算的，根据他的。不用啊，我都已经搞好了的，全部程序里面全部是搞好。但是这个标准的话是国内的标准，那国外可能。国外可能不一定一样的，全球是统一的啊。